大家今天是2月30号星期四，龙屁把今天所修的功德跟大家分享，洒脱。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 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眼睛微张，上下眼皮。 轻轻的碰触，睫毛轻轻的相触，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 舒服，没有用力压眼珠或者眼皮，轻松地闭起来。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 面前的画面，但是我们还是允许一点点的光进来，这个就是微张的意思。如果我们懂得闭上眼睛， 我们脸上的肌肉也会跟着放轻松，而且它也会对其他的部位有帮助，也让那些器官能够跟着放轻松。 我们今天来静坐之前，因为再过一两天就到了新年，我们今天先来意念一下我们一整年 所修过的功德，有的人从年初直到年尾，每一天都有布施，也就是有的人 有供养再生，有的人有供养接生，供养功德衣，有的人有放生，有的人在家里就先放铺满， 然后有机会就拿去寺院修功德，意念到布施的功德，自己感到很发喜，自己能够消除内在的贪， 这个烦恼也正在准备轮回中，在未来世的粮食。
有的人每一天都有持五戒，已经做成习惯了，一念到自己清净的戒，就感到法喜充满。有的人在佛日也有持八戒，是不容易做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做到，感到法喜充满。有的人每一天都有诵经静坐，而且当在自己从起身到入睡一直在训练把心静定在身体的中央点，一念到这些功德的时候，自己感到很法喜，也对自己起信仰心，因为我们没有把时间浪费在造恶业的事情，或者浪费在没有意义的事，但是我们每一天都一直在累积功德波罗蜜。当我们想到一整年的功德，我们的心就感到法喜，感觉很舒服，感到失败，然后我们就舒舒服服的坐。现在是我们放松的时间，是我们身心休息的时间，所以我们舒舒服服的坐就可以了。单盘散盘坐椅子都可以，就看自己个人的身体状况。有的人平常盘腿静坐，但是如果今天感到酸酸麻麻，我们也可以换成其他的坐姿，或者坐椅子也可以哦。然后我们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从头顶到脚底，哪里紧绷，哪里不舒服，我们现在愿意花一点点的时间来调整身体啊，因为我们知道身体的放松会对心里的宁静
โยหันตาตะปังจู我们从头部开始观察，额头放松，眉头也跟着放轻松，眉间的肌肉也放轻松。鼻子、嘴巴、两边的脸颊也都放轻松，颈部、两侧肩膀、手臂。手腕、手掌，直到我们食指、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也跟着放轻松。当龙屁引导调整到哪里，观察到哪里，大家就跟着调整。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把它放轻松啊，腰部也放松，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食指。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如果哪一位调整身体调得恰到好处，自己感觉好像我们的身体会慢慢的消失，慢慢的融化，跟周遭的环境融合成为一体，感到轻松，สบาย。我们可以以深呼吸来让我们更加轻松。我们慢慢又深又长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再一次最深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感觉轻松
สบาย现在我们的体内连一点点闷闷的感觉都不见了，都被排出来了。现在体内感到空旷、通透、轻松、สบาย然后我们试着想一想，好像自己现在正在坐在宇宙的中央那里，在那里都没有任何人事物，只有自己一个人正在坐着休息。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坐，坐在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负担、一切的念头全部都可以放下来，放下来哈。我们感觉当我们懂得放下，身体本来就感到放轻松，但是现在当我们把那些念头放下的时候，我们感觉更轻松，更สบาย。然后我们把心来宁静，定在身体的中央点那里哈，就是在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觉大概就可以了，轻松舒服的宁静定在身体的中央点。让我们的身，让我们的心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休息一下。那么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哈，
宁静轻松手佛，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给一切众生。我们静心的动念，我们的心就是在身体的中央点那里哈，我们的心就会慢慢的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再扩张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那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那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宝一样。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发生的家庭，有清净的身口意，众生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也愿我们只交善友，没有交任何损友，远离一切恶人，愿我们的身财、钱财、能力财圆满，方便修功德波罗蜜，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圆满，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供养给每一尊辟支佛，供养给我们每一位阿罗汉，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有龙伯祖师、龙婆他们是有法身师父、长老奶奶等等恩师，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哈。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ปัลลปตาปเจกานัญ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รหันตานัญจ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กขั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
ภวันตุเต请大家以最法喜的心互相随喜功德洒脱。我们继续听啊。昨天啊讲到有一个小女生叫做拉特娜，然后这是她的干爸啊。事情是发生在他大概两三岁的时候，他可以意念，可以记得自己的前世，他是身为一个大富翁，然后他也记得自己前世的女儿是谁，做什么工作，都记得，然后呢，昨天讲到他一直在跟他的干爸讲说，我要去找我的女儿。有一天他的干爸就心软了，然后呢就先跟玛哈塔斯的八戒女，就是他前世的朋友讲说，要请他帮忙联络啊。不过那个八戒女她不是对那个不是跟富翁的女儿很熟悉啊，所以要透过另外一位八戒女帮忙联络。当联络好了他们就约在一所寺院见面然后呢干爸就先打电话跟富翁前世的女儿讲说你要晚一点到，然后当你来的时候你不要跟这个女孩子打招呼看看她会怎样。那一天也有好几位八戒女对这件事情很好奇，所以他们也来迎接，来迎接这个干爸跟那个女孩子然后呢，当拉特娜当前世富翁前世的那个女儿比较晚到的时候爸爸就会介绍这位八戒女是谁。然后呢他就合掌，因为爸爸要跟小朋友讲说，你要跟他们打招呼要合掌这样才会有礼貌。他就合掌合掌合掌，直到介绍前世的女儿，要让他合掌，他不合掌不合掌。然后呢这个富翁的女儿也没有跟他打招呼，富翁的女儿也跟其他人打招呼，但是没有跟这个女孩子打招呼。所以这个女孩子呢她就走去其他地方，感觉好像有一点不满意的样子然后这个前世富翁前世的女儿的司机，他看到了就去找那个女孩子，然后就问她说，你为什么来坐在这里感觉好像很难过的样子。他就说，对呀，我来找我的女儿但是我的女儿都不理我然后司机就问他说，你的女儿是谁我的女儿就是那个然后他就把嘴巴往那边应该怎么讲你们大概想象得出来吗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在那里在那里然后呢他就说那
这样我带你去找他好吗？然后跟他一起去的有一个人哦，就跟这个女孩子讲说，你不是有准备东西要送给女儿吗？这个女孩子就把一包饼干还有一本佛书拿给自己的女儿，然后他们就聊天了，很快就很熟悉啊。这是桌边啊，是他的女儿啊，跟前世的女儿相逢了。但是这个不是在两三岁的时候了，这个他比较长大了。后来这个女儿啊，她的名字就叫阿南了。阿南小姐，她有带前世的妈妈回到家去看她的房子。这个不是她的房子啊，不过呢，因为没有照片啊，就从网络上摘录一张给大家看。当富翁回到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他就说：“你有重新油漆啊，还有厕所有搬到比较近了。”他的女儿就跟他说：“对对对对，因为本来啊，因为妈妈住院的时候，本来想说，如果动手术开刀好了，就请她回家，就在这个地方休息。没想到妈妈动手术的时候就往生了。然后呢，八戒女一起去的那个八戒女就问她说，你还记得吗？你在哪里开刀？他就说，我在医院呢。哪个医院呢？然后他就讲那个医院的名字名称是在这里。然后他就带这个女孩子去医院。当这个女孩子到了那个医院的时候，他就马上跑到一家咖啡厅。他的女儿蛮惊吓的，因为这个咖啡厅是他妈妈每一天早上一定要到这里来喝咖啡。比讲到一位教授这位教授就叫 Ian Stevenson 教授他是一位美国著名的精神学专家，然后他用科学的方式证明了轮回的存在，记载了他在40年间的研究收集到那些个案大概3000个儿童前世记忆轮回的案例所以他蛮专业的。他知道这件事情，他就飞到泰国，然后来找这个女孩子，还有来找他前世的女儿当他去找前世的女儿，就是这个阿难居士他就把一张纸拿给他看，那张纸是画了人的像，然后就问阿难居士说：“你记得吗？你妈妈在世的时候她身上哪里有伤痕？”你帮我画圈圈好吗？阿难居士就画就是说妈妈有动手术开刀，所以这边有这边有这边有。然后当 Stevenson 教授看到了，他就很惊喜，他就把另外一张纸拿给他看。这个是他来找阿难居士之前，他就先去找那个女孩子，然后先观察看看她身上哪里有伤痕结果伤痕的部位是一样的。很奇怪怎么会是一样的呢？
有一个巴利七级的居士，巴利语考试七级通过，所以他学问很丰富啊。他很好奇，就来跟这个女孩子交谈，就想抓她的毛病啊，你是不是骗人呢？就问她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死后去哪里？他就说，其他人我不知道哦，但是我呢，死的时候啊，就会有车子来载，而且呢，有天人跟车一起来。然后他就问说，诶，那车子带你去哪里呀？车子就一直往上往上往上啊，然后就带我到刀立天那里啊。然后呢，到了刀立天啊，我就看到爸爸的房子，还有看到我自己的房子。那然后这个男居士就问说，刀立天有房子吗？那这个女孩子就有一点生气啊，然后就说，其实啊，她不是叫房子啦，在天上是叫做天宫，你知道吗？天宫。然后呢，她就说，然后当到了佛日的时候啊，地士就会带我去拜舍利子。她就问了，舍利子是什么？这个女孩子就抓了自己的头发。这个啊，大家对龙屁讲的这个头发有印象吗？就是在刀立天有一个塔，莲花塔。莲花塔里面有装什么佛陀，就是悉达多太子要出家的时候有头发，对吧？所以他就说，就是有这个，然后就抓自己的头发。然后呢，他就问了第四个问题，你怎么转世当拉丹娜呢？就是当这个小朋友。他就说，我骑大象，然后来投胎为拉丹娜。然后这个男居士就问说，骑大象在天上有草有东西可以给大象吃吗？然后这个女孩子就说，哪有，在天上不是吃草啦，在天上是享用功德。你看，享用功德。然后如果大家有听过这个地士的故事我们就会发现，在天上其实是没有畜生的，不过有一些天人他可以化身为畜生这个知道那当讲完了，他们就怎么样完全相信了这个女孩子其实就是前世当富翁。大家想不想知道自己前世身为什么龙屁曾经问过我，今天时间过一点点我曾经问过一些居士有的人他说我不想知道，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不想知道，他就说 是一个女孩子很年轻的，他就说我是怕什么，怕我前世长得很丑，我会受不了的，我没办法接受啊。就想得这么简单有的人就怕看到自己前世有做过什么，然后自己没办法接受但是当我们如果要知道自己的前世的话呢，我们应该这样发愿，就是说，愿我有宿命通，就是可以看到自己的前世，而且呢，让自己对欲望产生那种厌倦的心就是厌倦
厌倦欲望，而且对佛教有信心，对佛法有信心，然后一直努力用功德修功德波罗蜜啊，要这样发愿呢、啊。如果要看到自己的显示的话啊，明天是12月31号啊，在泰国那里有办诵经跨年活动，那大家就去参加泰国法身寺那里的法会啊，然后我们后天再回来见面。今晚龙屁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祝福大家晚安，后天见。